然后到一个王者荣耀，这个政府是吧？今天应该是上线了那个下雨的六元皮肤啊，我还想去买。然后我们看看登录这两天就出现了这个什么周年答题，做好礼领好礼啊。我们去看这个东西怎么弄？算了，模拟器上面不好弄，我们就不答题了，我们直接去那个啊，把这个买下来。六元点券，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它就涨价了啊，对吧？感觉还是买了吧。然后因为体验服更新嘛，所以说我今天买完就不演示了，主要还是去那个就训练营里面玩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待会就去玩一下体验服吧，因为体验服更新的东西比较多啊。然后我们一看到这个项羽好像瘦了很多是吧？像那个这个什么直办王牌是吧，一上场就给他是吧，就胖了好多。这就是这款皮肤啊，为什么这么便宜？因为他那个瘦啊，苗条，所以就便宜。11月9号秒杀，只秒杀几天啊，一周啊，就一周秒杀时间，过了这周就涨价了啊。因为前两天的那个是什么特效是官方的，不好看，模糊一点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的，一下，霸王本色。好，那我们就演示到这里吧。大家有没有买到这款皮肤呢？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啊，我去玩一下体验服的更新的东西啊，体验服妲己的造型啊什么的都更新了。也还是挺好看，貂蝉的技能也优化了，还有什么什么一大堆啊，还有什么什么铭文啊、碎片啊一大堆啊，我们就先玩到这吧。